好莱坞巨星巨石强森与冯迪索合作了《亡命关头》系列电影后闹掰，公开表明自己绝不会回归。没想到他在最新的《亡命关头》10片尾登场，随后更透过社群宣布自己将回归出演该系列电影。他在影片中表示，自己和冯迪索虽然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，但两人仍是兄弟，有时不能只在意自己，也要为大局着想。因此抱着观众第一的原则，与冯迪索将不愉快放在一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巨石强森即将出演的是《亡命关头 10.5》，是正传电影的独立内容，因此虽然会有系列电影的角色出现，冯迪索却不一定会出演，但两人都会挂名监制。不过影迷们都很想看到两人在片中同框，而巨石强森并没有把话说死，因此观众们都很期待能在后续的电影中看见他们再次同台。Bye.